因为小孩越来越大，翻来翻去，会扰乱你的睡眠。对，很难，就是一脚醒，然后就开始滑手机，然后就滑到天亮睡不着，就早上呢就完全是没精神，然后就开始就跟朋友聊。我朋友介绍就是这一罐呢，床头的新欢，因为我直对我的床伴，就是直接放在我的床头柜上，主要就是那个就胶原蛋白，就是吃了之后睡觉之前呢。你也有吃吗？对，因为它真的很好，它也是我的贴身床伴。它不只会让你就是皮肤好之外，它让你很好睡，它就养颜美容加好睡觉。嗯，对，就是大家可以试试看那个味道。那为什么弄完像一个甜点一样？对，因为它就酸酸甜甜的味道。哦，其实就是因为我是直接单吃啊，就是睡觉之前呢、啊，就是直接吃完之后就配水喝。它是粉状的，粉状的。然后呢，其实它也是可以当下午茶，或者是晚上就是宵夜，就是配优格，然后里面是粉状。粉红色的粉状哦，像这样子，很细。我光是看它豆粉，我就觉得哇，一些睡眠粉，对，好疗愈哦。对，嗯，因为它里面的味道呢，因为里面有成分是就是黑醋栗果汁粉的关系，我们就吃起来就酸酸甜甜，完全是女孩子都非常喜欢的那种味道。它一点鱼腥味都没有，因为通常胶原蛋白会有鱼腥味，然后。它可以睡觉的那个成分，其实功力好强哦！光你们讲，我都要睡了。但是你原本就想睡觉吧？我觉得我感受，你又没有吃，我感受到那个产品的力量，它真的是很催眠哎！豆粉那一刹那，你就觉得整个眼睛很疗愈。你们是空的看，对，好像进入某个世界。它就是一个酸樱桃萃取，在帮助我们睡眠睡得更好。然后在睡觉的时候，它里面另外一个成分叫白藜芦醇，对，白藜芦醇。这个东西它可以让身体整个就是好像保护力增加，然后又就是养颜美容，所以它其实里面成分都是非常好的成分，高纯度的玻尿酸，所以它可以锁水，可以保湿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鱼鳞的胶原蛋白生态，所以它就是鱼鳞胶原蛋白生态可以紧致我们的皮肤，所以它这四个成分帮助你入睡，可以帮助你那个保养皮肤，而且还有保护力，就是等于是说你在睡觉的时候你就在。修复，然后就是又锁水，然后你又可以好睡觉，就觉得还蛮不错的。那这样我大家可以不可以开车啊？可以，不是，因为它不是秘药，是药，它所以不是说喝完就立刻，对，只是说让你好入睡，好入睡，好入睡的部分。然后因为它里面是有就是胶原蛋白的关系，就是会很短，就是像。短短的，像我们一样，对，就是非常很蓬的感觉。然后呢，因为它里面还有就是一个成分，重要的成分是超微纳米。你干嘛？你干嘛骂超微纳米啊？超微纳米。超微纳米那个超通常是轻的而已，对，超微纳米，对，珍珠粉就是超微纳米的那个珍珠粉的关系，就是我们活动上也不会卡卡的，因为珍珠粉也是帮助钙的部分，所以就不会卡卡，对，所以变得就是我们的生活有就是很精彩，然后就是睡得也非常的好，睡醒就漂亮了。